刚刚结束了在梵蒂冈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于周五到达意大利文化历史名城水城威尼斯，在这里为当地民众献上了一场由东方人诠释的西方音乐经典。威尼斯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它的古典与尊荣令世人向往。中国爱乐乐团此次受邀在威尼斯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期待。We have here the most important orchestras of the world. Here, Metropolitan of New York. We had the Orchestra of Berlin. Why not the Orchestra of Peking? 经过几个小时的排练准备工作，中国爱乐乐团将长达一个小时的完美演出呈现给水城威尼斯的观众们。《安魂曲》与《茉莉花》两首经典作品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赞许。J'ai aimé bien à la fin d'écouter la langue chinoise, très sublime pour moi. 凤凰卫视李萌威、骆浩，意大利威尼斯报道。